联合演出，为您呈现技能创前程，人人有机会。来哟、哦。你笑，我请问你，我叫姐妹，要是行个左手，两个。
对鞭子。啊，多人把都伤的人去。啊，未啦，我前这段山绝对袂使搭 MRT 的对不？啊，袂使搭 MRT， 也袂使坐巴啦。啊，就话啊，不便啦，就叫车。啊，叫车嘛，就很贵的。听讲吼，新加坡政府，你看市场，市场，哎呦，我嘛是这区的呢，哎呦，我有同你哦，真的啦，是我的感动。如果说有去对面走巴沙的人都看过，哦，我走巴沙的人行来行去，行来行去在买物件。啊，你等，你等到分店了，我巴沙，我都行来行去安尼啦。无过在通笑啊！未啦，未啦，啊，无过在出了紧啊！哎呦，听讲新加坡政府死袂好哦。真好嘞，听讲一人互500吼。啊？可能真500嘞。25K 以上就先进去哦。真嘞哦。哦。啊，变啷个？啊，咱即款50K唔就通行，无通行。有啦有啦，你500唔知要做啥物哦？听讲是讲有读册。哦。啊，不怕说你讲做歌星做一世人吼，出来唱歌，到即阵啥物拢毋捌做。啊，变啷个嘞？对啦对啦，这国生开坛啦，啊，那么就爱学，那么去学艺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新加坡的政府啦，你看一天到晚给我们学这个教那个，啊，我连那个都很笨，连唱歌什么都不懂啊，应该要去学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要去学。啊，咱即款变做两个公司呢啦，哈！啊，我若是把你拄来唱歌较会响个，啊，你若叫我去做 office， 啊，无我就袂响啦，哈！啊，你无变啊，所以政府想到一个办法嘛。伊讲新加坡人真好命，毋是无工作，是卖找工作啦，哈！啊，所以无变，叫咱去读册爱 upgrade 嘛 ，upgrade 了，咱通出去外口吼，至少嘛在 speak 什么 English 啦。啊，你唱歌嘛毋是办法，对哇？东京太正排坛啦，啊，东京马来西亚啦，啊，等印尼啦，拢变起来安尼对无，啊，咱两个老的发火啦，哎呦，反正政府很累啦，对无，啊，五百个生意啊，对无，啊，你个无平安，我两个牵手去报名，啊，啊，无你甲我介绍，我啥物款甲我讲讲，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发火一下，好唔好？我叫王伟良，我其实年龄慢慢的在增长，现在刚刚好大概25岁，然后，哎，为什么你笑得这么大声？我真的不可以25岁，哪叫不可以25岁？刚好25岁，然后我妈妈讲说，我一直狼塞，天天狼塞狼塞不落的，卖过奖，哇，25岁狼塞狼25年啊，知道吗？你叫我做朋友也袂晓，有啦有拍淡薄面啦，做淡薄咖啡啦。我老母讲人西我袂成功，因为我的面比西我平滑。我讲我去做明星，做个可能咖啡啊，来讲有时间我先行来做角色啊，哇我会难。伊讲无变，你好看袂过你人生，歹看袂过你我好。所以条棒中无变，所以我就甲大家讲，我应该看钱是看地方做啊，是看嘴里淡薄，还是提升家己？因为啊，我听讲只有去应征啊，拢爱晓电脑，哦，有时我看就不自动的，所以啊，我想来讲，我会使行一个课程啊，我会使去控制伊的电脑，安尼讲我就袂工作，哦，我听讲政府可能会咪500块，哦，特别这500块是袂使行出来。你就爱去到啊，看有啥物件，哦，会用错啊，对路，哦，啊，看有无少啥物课程，会使互你去发现你的兴趣，提升你自己。所以，我决定了，卖予老母会失望、伤心。我即阵就来去诶，我讲 RCCC 就会使报名了。个 RCCC 哪多啊？伊个 CC 哪都是名啊。后尾名啊，啊，你看我就来去报名，啊，我先去报名先，我看有啥物物件通学的，我来甲大家讲，好无？好无？好无？啊，我来去报名了，哦，快点点人西了，好无？好。
Northwest
cdc@pa.gov.sg 六块钱都一下 free 的 free 的，然后 let's go free 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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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ree你来知道过边还是来知道两两类演唱会？我的西北区21间的 CC 都可以来报名。今天比较简单一点，我自己把这广告，所以可以挖高一点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技能创前程就业培训工作坊，我是里面的工作人员，我的名字叫做。错，我的名叫帅哥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作坊。那么呢，最重要的目的呢，也希望呢很多很多的年长者，或者是很多的年轻者，大家呢都一起来学习，让我们工作坊来帮助您更了解、更分析。你们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地方不懂的地方，或者是呢你们有很多很多潜能呢没有被发掘到。或者是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工作，其实你们都可以做的。好的，今天的学员还没有到。叮咚，叮咚。Stop 啊！二十一。有。Hello。Register。欢迎光临。Yeah. 你好。请问几位？我们的 CC 21间没有叮咚叮咚的。赶紧去考验你们的比赛。好的。哦。来。500块可以拿了，他们讲500块我就来拿了，不是、哦、不是
字，我跟你解释一下，因为呢，我们的技能创前程呢，什么是技能创前程？就让大家呢，终身可以学习到，提升呢你们的所有的就业能力。就是讲，除了你做歌星啊，除了你们人才，除了你鬼鬼啊，不是鬼鬼，鬼鬼啊，鬼鬼啊，鬼鬼啊，鬼鬼。想到不能想一点啊 ！Sorry， 各位鬼鬼，你们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才能，可以经由我们上课来为你们介绍，真的会更了解哦。对，所以呢也可以终身学习，提倡我们活跃我们的乐龄的人士哦。乐龄鼓励啊，懂不懂？懂的话请点头，懂不懂？懂。很好，如果不懂的话，我可以再问你们讲一次。你跳舞不？为什么需要我们的技能创前程？也希望呢可以培养大家呢一技之长。那因为呢，平常我们的如果学了我们的技能创前程之后呢，大家寻求工作就不会这么样的辛苦，而且呢，在学习我们的很多很多的新的知识，以及呢，我们要转换职业，以及我们活跃乐龄，因为现在呢，有很多很多高技化的科技，那个科技化有很多呢。现在哈，包括很多你按摩不用人工的按摩，现在有很多机器的按摩，所以呢，会这个指数会比呢人工呢算的还要精准。所以呢，还有我们去狗鼻点的时候，有看到吗？我们去狗鼻点有看到很多机器人在帮您服务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现在呢，高科技化呢一直在进行，大家一定要懂得来学习。所以来到我们的工作坊，就可以让你们学习到很多很多的，懂不懂？不懂，你是叫我们做机器人？懂。不是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高科技开始呢，在运行当中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？把这些高科技来运作一下。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他们教你钓鱼了，不是给你鱼吃了。妈妈，你也在播妈妈啊 ？You understand or not？ 呀，到了。哎，大弟弟，我来先，先看，大弟弟先做什么呀？阿弟也在搞开电话。我先。做鬼，做鬼啊！做鬼，所以您放心，来到我们工作坊呢，我们会有小小的游戏，会跟大家一起来同欢共乐。我们会有小小的测验，会来测验大家。测验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就可以知道，我们有分很多很多，原来。你们是一种实际型的人，实际型的人呢，就喜欢从事很多的事物，还有很多动物相关的工作、户外的工作以及体育运动。实际型的，可能你就可以当成理工师、管理员、船厂主管、系统程序师。听我，亲嘴民用那些欧呢？动物。第二种可能你们就可以是适合的研究型的工作。什么？研究型的工作呢？包括我们善于了解、分析问题，喜欢我们的阅读，以及研究事实，掌握我们的新的知识，你就可以当研究员。哇！你也可以当经济学家。哇！可能你也喜欢当分析师。哇！是，这个就是呢，我们的这个研究型思考者。哦，你讲啊，你听妈妈在跳舞不哩？妈妈，你跳舞不？我本来要做鬼啊。你做过没问题，你做过的。你讲哎，我知我要做方面路不？我带。你做过代表的是你喜欢做创意型的。哇。喜欢创作，然后新的物品，或者是音乐啦，或者是呢喜欢的做很多很多的创意的作家，或者是违规也是安装啊。哦，你也是在你的柜做真侪造型啊，卖给人嘛是会使的。可以从贵做成 gay 嘛，这样嘛，慢慢 upgrade 嘛。是，我呢，这个是属于创意型的，您应该是属于社交型的。社交型的。社交型的朋友呢，就喜欢帮助别人，可以聆听别人的教导，或者是辅助者啊，所以可能你就可以当辅导员，或者是你可以当客服人员，或者是你懒塞可以教人家，可以当教师啊。辅导我比较不知道，我懒塞通常都是跌倒比较多。没有，因为你辅导你是要有很多人跟你学习嘛。对，所以你就可以当。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做这些。我500块政府的都会给我。如果两公不加，如果一减到是高位。哎，这个500块很重。
重要的哈。其实呢，我们这个500块就是呢，要给我们新加坡25岁以上的所有我们新加坡的公民，只要呢你们来报读我们的课程，那么这个课程呢，都会让我们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哈，然后来学习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有十几堂课，那到时候呢，我们会从这500块里面扣除，所以这个是不能拿现金的哈。那你也不是要还现金出来，我们会帮你处理的。哦，是。那你听我说，我陆陆讲得不清楚，应该伊是讲咧，那是陆的课程100块啊，诶，政府有三十块90块，今天陆这500块，够20块，不如20块出来。对哦，陆无读册啊，陆。啊你，哦，我讲华语，你也是发福建的，还是？啊，你嘛是真牛。我外边厉害嘛，我发弟妈嘛。哦，发弟妈，啊，欢迎你，发弟妈。我那中通都差个个字，所以我就无听啦。所以呢，也希望呢，大家呢可以来一起来跟我们的一起来学习，让我们一起呢来分析您，一起来激发你们的潜能，让大家呢更有更多的学习的这个空间的经验。那我想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大家呢不要浪费你的青春，不要浪费你的时间。那么呢，我们在新加坡呢，总共有11所的这个西西呢，21所的西西，可以让你们去学习，可以让你们去上课。所以呢，待会呢，我们有这些呢工作人员在帮助你们服务你们，好不好？那么希望呢，大家更了解，去到那边我们有水喝，我们有所有的招待，那我们还会送你一些东西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晚上呢，我们也准备了10张的这个卡呢，要送给现场的观众。那么呢，有没有10位朋友自愿上来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10位。没有的话，等一下 ，OK， 一位来，进来，好，来，大哥请上来，就在前面就好了。那我们问他问简单的问题哈，刚刚我们所有的问题，那你回答得出来的话呢，我们就会送你这个卡。来，没关系啊，需要做 volunteer 的。请问 请问技能串联呢，我们要到哪里去学习？到那个考个地前的。Yeah, you're right. 哇，你看，我不行，你过。怎么在手里鼓励？还有谁来？赶快来，快点来！黄山军，赶快快进来！这里是在做 MRT 的是吗？好像是可以大巴。伊斯利卡，啊，里面有五块钱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上来？来，就是不要怕，只要你能够回答，不能够回答，我会帮助你哈。我们一定要送出去。来，新加坡人几岁就拥有这张？就拥有500块。25岁。好，那请问呢？这500块可不可以转让？也是transfer呗。不是，你来，来，哇，你翕相你本矮啊，哇，你矮拢啊你。来，请问一下，这一个呢有没有 expire date？ 这个500块。没有。对，没有。这个老贵谈的呢，还有谁有？为什么？